我们的延时我觉得肯定很屌，脚边录音器，这我的午餐，最后一句，这手都要断了，嘿，冲呀冲呀，两杯水真是刚刚好，谢谢。找一个光最好的地方，然后借着后面的光吃着 muffin。熟悉的45度仰角，假装自己是新娘子，心里面唱着当当当当。然后这时候要侧脸45度，映着后面的这个黄光，然后回眸一笑。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来拍教堂的空镜头特写，然后加上一些运镜，然后整个过程又不能非常的突兀，然后要拍得很慢很慢，然后一共要拿20分钟拍一条，要可能加上现在的特写估计要拍20分钟，我感觉拍完我明天健身房的卡就可以退了，然后还要加上 ASMR 的那个视频，然后要拍2条今天的任务。我这样过来，我觉得这样还能拍到这个的细节，视角慢慢，我觉得这时候视角慢慢拉下来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起来。我觉得这里可以拍 close up， 但是就是这个东西能挡人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这扇窗就应该拍一个这样。这个黄色的光打在这个木质的这个板子上面很好看，这个是板子墙壁，然后刚好你能拍到这边有个十字架很好看，这个是什么杆子，这个是什么洗礼用的吧，拍一下这个杆子。我觉得这种过来的镜头叫什么来着，就是然后拍这种柱子就很有历史感觉，然后跳出来，然后镜头慢慢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慢慢抬起来，再往前走，然后这样，我觉得最好看的镜头来了，我觉得每次这样过来看过来了之后，然后这里这样拍出去。哇，是我觉得这个教堂最好看的镜头，没有之一，真的太好看了。这个是不是？就这个，这个位置，这个起来。就把历史拍下来，然后出去。我觉得就是这样拍，可以试试看。但是我觉得拍完了之后。变大力水手，要吃菠菜。哦，这是我的午餐，卤蛋还挺好吃的，卤蛋加上牛油果。我可能是第一个在教堂里面吃卤蛋的人。今天早饭都没吃，毕竟今天为了上镜还特意化了个妆。然后室友吐槽我好像半年没有化妆了，今天一化化得很丑，技术变差了。哇，这个教堂还真的来过那么多次还是那么好看，我要是吃饭的时候有人在那里给我管风琴伴奏就好了。我来感觉来教堂这么多次我就听过一次这个管风琴响起来的声音，但特别特别好听，我感觉是有生之年必须要听一次的那种。巧克力太苦了。
我这人生已经这么苦了，为什么还要吃这么苦的巧克力呢？吃这个巧克力让你觉得自己人生并不苦，这个巧克力更苦。因为我发现这个椅子上都有编号，哎，哎呀，好累呀，好想做条咸鱼。葛优瘫。这个教堂白色的光好丑哟，要把关掉吧。其实哪个是关？这个试一试。这个教堂关了之后好，好宁静呀，更宁静了。好适合一个人在里面漫步、看书，拿一本什么。我被海鸥淋过屎，你知道吗？拿着一杯奶茶，穿着裙子，夏天的时候，可美了，感觉自己就像小资少女一样。结果他在我头上拉了一滩屎，因为我把手这样伸在头上，就是能摸到那种暖暖的、热乎乎的，然后黏黏的，我只记得那个触感了。我们的岩石，我觉得肯定很屌。哎，你说我们岩石要放哪拍啊？我就可以放，放这拍吗？放这拍，岩石放这拍。哇，我们这录音设备可厉害了，别看它像个耳机，但它确实是也是个耳机。它虽然是个耳机，但它其实是个录音机，可以录出360度立体环绕声。我这个像不像那种消防员？不是消防员，那个叫什么？农夫，就是撒那个喷洒农药。好，开始喷洒农药了。这是我们的第七条，这是我们的第四条。Take four。Mark 一下，这是自然光，这里面没有任何人工光源。我喜欢这个镜头，哎，我的手已经在颤抖。这是我们的第七条，来吧。我觉得还可以再来一条。哎，来吧，第十条。哎，Take a turn。好累呀，然后十条回去看，如果有不好的话，明天接着拍十条。我的目的要是拍出没有瑕疵的片，一镜到底，不能因为自己拍的不好的原因让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不好。不需要美化这个地方，但是不能把它拍的不好。就这样，那手都要断了。怎么断了？你现在去。